曾经很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小，总之我好像曾经读过老师说的“心到手到”，还有什么呢？“心到手到口到”，对吧？可是今天感觉到这三个道。对我来说，真的感触良多。因为在网上自我学习的，在寻找制作视频各方面的东东，其他软件啊、知识啦、各方面的搜寻问题啦，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，用去了我大半年的时光。也就是说。说的正经一点，就是说，不务正业了整大半年，所以很多的文件堆积如山。今天在整理的时候，发现，哇哟，样样东西都手不到，没有做到啦。还有口。不需要用讲嘛，不需要用口去说嘛，去说什么，所以口到可以不到。可是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的，当然心到了，你的心不在，你的脑不在，你的思维不在，你的想法不在，你的所有的东西，这工作层次、工作的进行方法，每一步骤、每一步骤，你的心脑都不在，东西当然不能够做，当然是停顿。唯一先前我要说的漏掉了，或者上拖到现在才说的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要到呢？当然，你可以说是金钱啊，没有钱什么都干不来啊，对不对？不，金钱可以说是占了其他的某一种八仙里，最主要的、最重要的、最必须要到的哪一件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时间要到，你的时间充沛嘛，足够嘛，能不能够去应付所有的每一样工作层次，工作的每个步骤进行中的每一件环，时间不在，样样东西都停顿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我要重新再来。要重新去燃起那种工作的热忱，哎呦，需要花费一大堆的那种热能，那种心机，那种我们说的情绪，要重新培养，真的事倍功不半。好了，时间要到，所以赶快的把这个视频录下，赶紧的。做好应做的一切，我会继续悟我的正业。来一个，subscribe 我一个，之后让我们在下回给个机会，让我们再谈，谢谢。